声音，很大声。然后就冲出去喊。那你当下出去的时候，看到是什么状况？就看到几个老人倒在地上，然后上面有车子压着。那你第一时间是不是有上去扶住一个老人，就是老翁，让他用包包去撑住头，这样？你可以讲一下大概是什么？他是因为脸部朝下，所以他又戴口罩，然后脸上这里都是渗血，然后我是怕他窒息，所以就把他头抬着。然后包包是垫着我的手下面这样子，因为一直扶着要等救护车来啊。那个包包是大概是什么包包？是手提袋而已，不是什么名贵的包包。对，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家属事后有 po 文说希望能跟您见个面这样，那目前有跟您联络上吗？有透过媒体，有透过媒体。那就是目前就等他们处理完后事以后才会跟你再看要不要联络这样子。当时那个你有跟阿北有对话到吗？对，是就是请他要加油啊，